只多事儿多熬夜多养生多多谷粒多。本节目由谷物牛奶内行品牌谷粒多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认真生活自有一套的全系时尚厨电华帝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超超超超超好吃的趣多多巧克力味曲奇赞助播出。趣多瓜多熬夜多养生多多谷粒多谷粒多多养生多养生就选谷粒多谷粒多邀请您收看德云逗笑社第二季。许多事儿多熬夜多养生多多谷粒多。本节目由谷物牛奶内行品牌谷粒多冠名播出。嚯，谷粒多公众号整活了，快来微信搜索并关注谷粒多公众号，德云男团彩蛋才艺每周四抢先看过瘾，还有惊喜盲盒福利。哎，过分了啊。上回书正说到，为了争夺源代码，一场机器人大战是打得轰轰烈烈。等会儿你，我看一眼就给你。不行，这太暴力了。周九龄，你过来呀、啊！来皮，你过来呀、啊！打住了！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再加上相声舞台上你来我往，这两队之间好歹是分出了个胜负。耶耶，我搬！枪什么火，叫什么劲啊？轮队呢，等于是就地解散了。对，这第二天一大早啊，师傅就张罗着要去草原了。你看那位又说了，这师傅也不养马，这么岌岌可可的要去草原能干什么呢？原来呀、啊，是一群特殊的朋友在那儿等着我们呢。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我们出发了。哦，新轮队伴随着三位有朝气的新成员，以及他们一颗永远不坐冷板凳的心。新成员分别有尚九锡、叶太师、王九龙，还有张九南。我们今天奔赴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我们的目的没有别的，保护队长赢得更多提成券。对，保护队长。我听说今天要放羊，但是是不是挺危险呀？不危险，你不招他，他顶你干啥？就哎，九南今行了，简直羊格外亲切，因为我是牧羊犬。对。哎，今儿这个要是比摔跤，是不是就赢了？内蒙的汉子，你摔得过吗？摔不过。反正我是体力这块我真的不行了。我跟王九龙要选择担当这个冲在前面的任务。有你俩呢，你俩绝对是拼命三郎那伙的，带着两个半残西轮。哎，咱们这哎，咱给咱队起个名字吧。哦，咱就是人走，是不是有点人走茶凉的感觉了？就是这人刚一散，然后我们就换新队名。但是其实我心里一直有这想法。哎，之前那队名叫啥来？抡酒瓶。抡酒瓶。抡酒瓶。对。现在没有瓶了，九轮，哎，九轮队，活过第九轮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叫草原之鹰队吧。我觉得别起名，因为上回孟哥队一起名就解散了。不是，我们就叫不起名队。我们叫不起名队。哥，你们上草原都吃什么呀？不吃羊肉，今儿得招待咱们吃顿烤全羊吧。我喜欢草原，不是为了骑马去的，就为了开那四轮摩托。我想在草原上驰骋。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哇哇，这个角度看就好看了。哎，这花真好看。这个霸气劲儿啊！大爷还有点蒙古劲儿，我师傅你实在是自己也害臊。哎呀，太开心了！
这个好难得哈，到这儿来一趟。嗯嗯，而且空气特别好。对对对对对，哎呀，好舒服。他们还说这个会有什么高原反应，但是没有，还挺好。2000多，两千多还行。哎，说来就来，岳云鹏师傅。我们的孩子们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我很想念他们大家。叫他们一声，叫吗？我去喊。来了吗？来了吗？在哪儿？在哪儿？我心爱的人啊，太让我担忧。走快点，哥，这个草原美不美？美。来追我，快追我！怎么还得追他呢？来追我，航拍可以啊！啊，好美啊，好美！然后呢？太好追了，师傅，甜甜，哎呦，哎，师傅，你是怎么学的那么辣？哎呦，我天！哎，好，这给您扮上了，帅啊，好看吧？好好好。哎，那为什么他们都笑话我呢？还是你们有审美啊，也就我。那个今天到草原来啊，这是一个心旷神怡的事情。哎，从来没有来过的。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哎，让于老师给你们讲讲。为什么之所以到这儿来，哎，有原因，是因为有一个蒙古族的朋友，哎，受到人家的邀请啊。你猜的是谁？那我们都猜一下吧，一人猜一个，好吧？我猜是斯琴格日乐，我猜腾格尔，腾格尔，是不是辣目洋子啊？乌兰托亚，得，你们没猜着，您说不是？他们是个传奇，你不知道吗？哦，来，让我们有请凤凰传奇。他们在那儿呢。好。他们走过来了，完了，岳哥又带人跑去了，来追我呀，曾毅 ，Hello， 来追我，来，来追我，哎，不拥抱一下你就直接跑了，哎呀，虽然是在这里，哎，你这最近瘦了呀，瘦了一点，啊，瘦了，瘦了，是啊。大姐好，欢迎欢迎欢迎，郭老师吉祥，于老师吉祥，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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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于谦大哥，我穿着可能不是特别好看啊，好看好看，很帅，好吧，他捧我，大家都熟吧，都认识吧，对对，认识，你跟谁最熟这里的？岳云鹏，对，于儿就认识太多年了，第一期咱们是在那个，那什么节目来着？那2009年了吧？2009年，今夜有戏。是金有戏啊，对对对，那会儿岳云鹏还没有现在那么红呢，嗯，那会儿一期500块钱啊，现在行啊，200啊，我给说多了，哄抬物价啊。到了这儿了，这是到了您的家乡了啊，对，我们都是外行了，这是啊，那个听于老师说要请客是吗？啊，真的假的呀？那肯定了，来到大草原家，他那里喊三三喊的阿妈的，你哭了个艰难。你说的好，翻译一下吧。其实就是简单说了一句，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草原，我们来迎接大家。哎，这个来而不往非为礼也。哎，咱们到人这儿来人那么热情哈，给整个给咱们又吃好喝好，请咱们在这儿玩啊、吃啊什么的。咱们也应该有礼物送给你。这样吧，我们送相声吧，送相声这是我们的长处啊。好，这个好，这个好。正经八百送相声票，有票就能听相声。一会儿咱们通过游戏。来决胜负，胜者就是有这个送这个听相声票的权利。嗯，好不好？好。另外，我们要特意提醒一下啊，一会儿啊，会有18个内蒙古朋友来观看我们的比赛，我们还会有100张票送给这些尊贵的客人。你就做今天这个整个这个胜会的主持人好不好？好嘞。咱俩一块儿连起哄再看热闹啊！对对对。好，太棒了啊！你们都认可了吧？好，那么在我们草原上有个古老的仪式，就是古代的草原上的大汗过世之后呢，新的大汗来继承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会举行一种呼利勒大会。呼利勒大会是大家汉语说的，其实我们这边叫呼拉，就是开会的意思。那这样的话呢，想继承这个位置的人呢，开呼利勒大会就邀请各个部落里的有德高望重的人来去支持他们。那么这些人呢来到了之后呢，你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回馈他们，给予他们的礼物和赠礼。那么最终的这种
决争之后呢，就是哪一方的人多，或者是哪一方的实力强，他就会胜出。所以我们今天这两队呢，可以做一些小型的一种狐狸乐大会的形式，好，来去就是哪一件就是去决就分决胜。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以我们的票数，刚刚郭老师说的票来去，哪一家的票多呢，就会哪一家赢。哎呀，说的真不利了。哎呀，明白了，明白了。我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一大汉，我年纪大了哎，我要退位了。然后于老师是我的继承人，他是小韩。我们俩是俩节气，离过年不远了，俩节气又一年。是传给儿子吗？是，别这是传了就完了。郭麒麟啊，快来吧！草原给你了，要不他们都抢了。就是传一蒙古包给你，可以啊，存咱家的蟒。然后呢，这个月月，还要曾轶可，曾轶可，不可，哎，不可，你们两个人就不如挑两个战队，你们俩各自归到我们战队里一起，咱们玩游戏。可以，我跟月月两个人挑啊，我们俩，你先挑，这边是一支队伍，这边是一支队伍，你们两个看看选择哪一边。没有一个什么仪式感，或者说有个什么摔跤吗？摔就摔吧，七摔跤是不是哥？我挑战岳云鹏，别了！哎呦喂！别，你先选。哎，是，我除了岳岳，我跟贺唐，我们熟，对，我们俩曾经一个战队互相 PK 来的。哦。跳了一个舞叫 Yes OK。哎呀，我觉得可以成为一队，没问题。好，好嘞，好。哇，岳哥，我们增加难度了。哇，对啊，我们咱队太强了，咱队来了，郭哥，哎，过，过啊，好吧，啊，好，那么就分好了两队呢，我们就做一个小型的游戏，决出胜负嘛。每轮胜利的队伍都会赢得相声票。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有一些我们的蒙古族的大汉子们去参与，他们呢以脚的方式去投你们，胜利的队伍就可以把票赠予支持你的人。好，你说的非常好，这下听懂了。好，那么大家首先有请我们内蒙古的大汉子们来，有请。哇，这个能拿多少牛的？哇，大汉子们，来呀！又追你啊？那不行，我得去啊！月月去了，我必须得去。来，哇！干活了，我的。哦，那儿有一个这么大的肚子，他们都是这样的。咱可能打不过人家，咱跑吧。快叫电瓶车来！各位老师好。三百农。月哥好，我们来迎接你们。欢迎。我们谢谢，都是我们尊贵的朋友们。对。啊。哇。你有多少斤？280。你好。岳老师好。你好。岳老师好。你好。三百多。来。岳老师。现在开始就开始。你好。握手。老周。三十。也有没有肚子的。啊，他们看到。好。欢迎。你好。哎呦我这，哎呦我天，这太壮了。就南去，鞠躬去，跟人鞠躬去。这个我们这队也需要一些人，快来吧。来这边来，这边来几个，这边来几个，这边请。不用去，就站这边。欢迎。哎，对，现在还没到选的时候，他们也要观看你们两队的表现。之后呢，他们看选择哪一方。好嘞，都齐了吧？齐了。好了，那么我们就第一个游戏开始喽。开始喽。好，那么大家，我们今天的第一场的狐狸乐大赛就现在开始了。那么大家想送门票，门票从哪儿来呢？就看我们身后的这些羊。咩。
身后呢有110只羊，也就代表着我们的110张门票。我们分成两队之后，两边有两个羊圈，大家进去之后把羊往自己的羊圈里赶，哪一队的羊圈里羊数多，那就是算票数多。我们这边的蒙古族的同胞们呢，他们先观看你们，第二轮的时候他们再去看站哪一队。有没有什么窍门？一走开了你会发现，这羊一进去后面都跟着。对，因为羊是群居动物，就是今天头羊不在，但是这里面肯定还会有一个头羊站着的。哦，然后你就要把他们赶到一个地方，然后把那个门打开，他自己就进去了。明白？只要一进去，后面都跟你进。明白了，明白了。群居动物。有什么技巧吗？你跟我们说说。抓腿，抓腿啊，抓腿。他跑了，你们从后面抓腿，抓后腿，从底下转，从这个位置。别跟你们一起往，一起往。因为现在他是一群羊嘛，他一群羊要分开两边会很难。然后，反正抓后腿。我们已经学了好多技巧了。啥技巧？逮后腿。过去先搂后腿，不要那样就吓跑了很多了。你不要为了一只去把所有的给惊了。你们是赶羊，你逮能逮了多少个？大哥，人说是轰羊，不是逮羊。轰羊的话，你们就先轰一只进去，一只进去以后，他就跟上进去。哎，那可不一定，跟你说吧。我跟你说啊，说吧，那个，你就把几个人把卷拆了，往这边一挪。啊，哪个是门呀？那儿不有门吗？中间是不是应该按说是赶到这个里头啊？对对对，待会儿把他们赶到这里头。嗨，我明白了，就从那儿一开门，在中间那儿能跑，对，赶到这儿。对，那太简单了。他们是活的牲口，不简单的。是吗？对。好，各位。现在我手中和于老师手中有两只一模一样的鞭子，这是一模一样。嗯，拿这个就可以去赶羊的时候帮你们做辅助道具啊。有人要这个大的吗？我们要这大的。我要这个啊。好。你们要大的要小的呀？要大的。没有了啊。哎呦，哇塞，这个好哎。可以啊。可以。太棒了啊！看我们的，留神。我不知道。你那腿短就别玩这么长的了啊！好了，天不早了，开始吧，开始赶羊啦！我觉得咱们战术应该是，我们这人一进去就是这么，行了，这么手拉手啊，手拉手就围上了，手拉手，一进去就这样切。我跟哪能挣钱呢？那门得弄开啊！你开门，我先去开那个门。好，咱俩开门吧。我开门一个人就行了。我怕你开不开，行，你能开个最好了。怎么从这插？准备好了。他们要抢了。二。一，开门！你们干什么？赶羊？你们干什么？哎，走！哎，走！哎！不行！把爷爷把门开开！快开门！你们干什么？你等我！往那边走！哎呦，快呀！往那边去！哎，羊，抡，快走啊！
喊，快往这边去呀！啊！跑！跑！跑！这边跑！跑！跑！跑了！往那边走，那边，那边，走！哎，听我的，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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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哎，站，站，去那边，往那边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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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走，这边走，走走，那边，那边，走走走。走，这边走，走，那边去，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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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都往那边去，把他赶走，把他赶走，对，把他赶走，都往那边去，杨洋洋，都往那边去，都往那边去，都往那边，行不行？都往那边走，拦住了，我行不行？同志。哇，我被羊包围了。哦哦哦，踩好疼。不不行。来。进去了，进去了，找找找找找，进去了，没地儿了，没地儿了。抓小羊，抓一只，抓一只。哎，好了好了好了，抓来一只，抓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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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抓抓抓。哎，抓小羊，漂亮。哎呦，不行不行，塌了塌了塌！哎呦，不行，不好，没劲了没劲了，不好，怎么办？啊！进去吧，走啊！走啊！哇！怎么办？哎呦，我天！完了，我们一只也没有。快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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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其实孟哥进，孟哥也算我们队的羊，应该是吧？我算那只羊。哎，那有一个，哎，你们队有一个，你们队有一个。好了。跑起来，走啊！快点，快点！呀！哎，我觉得人家老曾那个拉回去那一只羊，应该是算他们的票数。对呀，行，给你们一只，太可怜了。讲究，打起点给十只，是不是不打算来我们队了？大丹，我们队吗？赢了吗？我们这是我是这边的，大丹我这边的吧？行吧，都成为这边了吧？对对，我没问题吧？这边的没问题吧？是不是？我也对对对，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哎，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那我们怎么办啊？你们，师哥用老北京话，你们就死去。感觉我们并没有干什么，就赢了，有点胜之不武了啊！太简单了啊！那就好，没有难度。别着急，不要紧的，他们还有机会，我们还有其他的游戏，我们还有很多项目。下一个项目，他们比这个还惨。我们这一轮的比赛结束了，109-1。哎，勇气可嘉，恭喜！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全跑了！完了，这一走真是漫山遍野了。那怎么办？他们会回家吗？会会会会，全是他家，这全是他们家。对。岳队长，岳队长，恭喜你啊！这一局你们胜了，有一点点胜之不武。你手上有屎吗？但别高兴得太早。没关系，一会儿还有机会啊。那他们是在骂街吗？他们在嘲笑我们。这一轮我们结束之后呢，我们到第二个现场去下一轮的比拼。草原上的牧民们呢，为了保护我们的羊群的安全呢，就会家家户户呢都会养牧羊犬。哦，所以这个游戏就是两队各自当牧羊犬来保护我们的羊群。牧羊犬队派出3个人，狼队派出5个人，羊圈内共有7只羊，狼偷羊，犬护羊，但牧羊犬需要戴眼罩，在看不见的情况下挥棒打狼，狼被打到则出局。游戏共2局，第二局两队互换身份，5分钟内取出羊多的队伍获胜，若两队均全部取出，则用时短的队伍获胜。就是用上一轮的游戏获得羊作为筹码，获胜队伍可赢得对方押出的筹码。你们手上的袋子里装的是代表羊之数的羊骨嘎了。你看看我们这个手上多重啊，重如千斤啊。他们只能压一只啊。导演，导演，我这太多了。哦，不是，我这太多，我太沉了。我有啥呀？我的是精华。我压俩，你呢？他压一。好嘞，之后呢，我们蒙古族的小伙子们要站队了，你们也可以邀请他们来吧。这边吧，来我这边吧。说说我们的筹码，我们有109个，他们有1个。来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都来这边，都来这边，这边多好啊！来。草原的英雄们站在我们这队，虽然说我没有票，但是我们靠实力能把他们赢回来。来来来，谁站在我们这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这轰羊似的，是不是？啊，我们羊都那样，还不够面人呢？快快快，回去回去回去！怎么了？我们那头缺少一个壮的。你那边有了吗？这不？那边有了。哎呀。你得来我们这一个顶5个人，这不行，这要啊，这拉这么多，快快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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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干嘛呀？对，哎呀，明知没人缘，别得跑这借人来。哎呀，但是我哎，我们这兄弟们是这样，你听我说，从零开始，那才叫真正的陪伴。对呀，那都过来吧，都过来吧，对不对？他们已经那么富有了，跟他们有什么意思？我们从零开始打拼，到最后，那才是真正自己的，对不对？来来来来，这边来来来来，我劝你们不要选错队伍。太谢谢了，我太感动了，太感谢了，太感谢，太感谢。这一个顶5个人，这站好队之后进行我们的比拼。哎，第一轮哪一轮是谁是牧羊犬呢？蔡廷格吗？蔡廷格，来吧，来，石头剪刀布。好，咱来来来，咱赢了，商量商量商量，先进攻还是先防守？我觉得咱们先防守，然后在外面的人看一下，找一找规则。聊啥呢？这一回你们是牧羊犬，下一回就是狼，有什么可选的呢？我们先防守。好嘞，游戏开始。我们队的加油，我们队的必胜。好，你们队对得起我们。放心，
让他们后悔去吧。好，现场准备啊，戴好眼罩。不是更像《西游记》那个，《西游记》那白骨精边上那狐狸。羊那边要守好啊，我们俩守这羊，羊那守的啊。好，想他们抢兵俘虏，来了，慢点，活动走了，可以再往里。咱先不着急，咱先不着急，五分钟呢，五分钟来得及。五分钟倒计时，三，抡吧，二，抡，一。对，他们没动会儿，他们没动会儿。抡。七只羊，这是你们的船舰。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怎么拿回去啊？我们从坐船的时候比他们早点拿完就行了。对。哎呀，刚才那个一哥，他能看见，能看见，追着人打，追着人打，好。你不带看的，我看不见，我看不见，就这还没守住一只羊啊？哎，你们哪怕最后的时候抱着一只不放也好啊，怎么可能一只都没有了呢？不要打别人，先把羊，一人抱一只羊也能赢三只啊。哎，花儿，这个行，一人抱着一只羊，他们就输定了。对，明白了吧？花儿姐，你太……哎呦，花儿姐太厉害了，花儿姐，这局我们又赢了。导演，牧羊犬它会骑在羊身上吗？不会，它会保护围圈。所以说，牧羊犬的它的行为规则是围着羊围圈转，是吧？所以说，花姐给你们出的这一招。不好使，不是曾毅，你唱歌没几句，你说话还说的还挺多的，这我跟你们学的，我跟德云社学的。好了，第二轮正式开始。
听羊叫。子涵啊，你这咋包羊啊？你也看不见啊？坐地上包一漏，我坐坐地上得了。都得准，还得狠，是不是？我们现在是个饿狼，饿狼，我是一匹饿狼。嗷嗷嗷！好，我往这儿来，先往这儿来。二一，开始了，开始。旁边，再往前面。哎！加油！哎！傻赖，傻赖！你俩一伙的，一伙的，一伙的，别打了，一伙的！自己俩，自己人，往那头打！脚崴了，脚崴了，没事没事，没有吗？没事没事。哥，薅羊毛呢，哥。脚崴了吧？脚扭了，脚扭了。太难了。没事吧？能走不？对呀。不是腿。我就拿酒喷一下。哥怎么了？哥？脚崴了。啊？你左脚啊？对。我给你攥着我点儿。这么严重呢？没事没事。先拿车把曾老师抬到医生那去。哎。哎。脚。让我歇一会儿。不是你。哎，拿那个冰袋，赶紧冰敷，有冰袋啊。肿了肿了肿了。肿了肯定得肿，拿冰敷，赶紧冰敷。哎呦我的妈呀，那要赶快弄冰块了。是外脚崴的吧？对，以前崴过吗？崴过，一崴就容易松，它韧带一松就容易老崴。那去医院吧，得拍个片子。没事没事，那录把节目录完再上去吧，没关系。走吧，我们上车，来车过来，上车吧上车吧，走吧。给你公主抱。哎好，谢谢。哎呦我，哎不至于不至于，哎兄弟，不至于。哇，谢谢。哇，好浪漫！好，好，谢谢。嚼嚼嚼，喝汤啊！一哥，接下来队长的食物你交给你。一哥，别，交给你啊！你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羊，你放弃了？没有，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你别看我们只有一个，哥，我怕你们不在，我们把那一个吃了。如果可以把我换成羊也可以。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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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一个。注意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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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一个啊，没开车呢还。让我再看一眼。一位客大一位，拉不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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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啊！还没好够呢，他就走了。这么好的人，他们这边少一个人怎么办？我们伤一个人能补一外援吗？好，可以啊。你叫什么？涛哥涛。涛涛鹅涛，图个毒是吗？涛哥生狼，图四个十二只。好厉害，好好好，我现在说一下刚才的问题。走队，王九龙、张九南犯规，好，重来，好吧？不是，重来是重来，他们犯规没有惩罚制度吗？难道罚两只？一个人犯规罚一只，罚两只羊。恭喜你们，现在有三只羊。爸，好厉害，你们都三只了，三只，你们就剩107只羊了。你们就剩107只羊了。我跟你们讲，还有一个规则哈，这一边的我们的正义队的蒙古的探子们，有多少个人，你们就要赠送他们多少个票。对，不是那不是最后吗，姐？不是每次都要送，要不然最后哪有数啊？永远107只啊！你刚才为什么不说？我们从来没有，从来不知道这个规则，姐。这边的人赢了，你们就要把这些票赠送给他们，有多少个人送多少张票。所以呢，并不见得说哪一边的人数占得多就占优势。来，把你们的羊妈妈拿来。不是，我们羊是给压我们的人把羊给人家，不是给你们。哎呦，你们怎么听不懂的？那
累死了。我们还没有输呢。月月，你们这一轮输了。什么时候输了？人家这边三只，所以比你们多一只。这一轮比赛我们结束了，我们下一个比赛就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饭去了，对吗？不是，来你说吧，到底怎么回事？真的太难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玩？这什么比剧本杀那期还难？什么东西这是？哎，PD，我说对了没有？那。没有第二轮玩的时候你们犯规了、啊、所以说先赔两只羊对方、啊、然后对方是三只、啊、你们是107只、啊、然后继续第二轮的比赛就好了，那不就是再比一轮吗？哎，对了好了，那就是这一边有三只，第二轮再比拼一遍，开始。就保护他，他抓得快啊，你们就守着脚抡圈，他碰上绝对能碰上他们。计时准备，3、2、1。哎哎，导演，有人把我棍儿揪了。这一边，我这一边，这一边，回头，兄弟。往前走，对，打。好，打着小妹了。他偷看了，羊呢？主龙，羊在哪儿？这边，我这边，回头，兄弟，后边那边。快打！九七，往前走。往前走，潘波有一强力外援啊，兄弟！哇呀，小的，兄弟，右边，往前走，完事！哎，返回，你们都拦着。游戏结束。好，来，我现在宣布一下，九龙，你们用时1分08，现在孟浩堂，你们刚才用了时间是1分06秒。哦，耶，太棒了！哎呀！给两块骨头，快点！丢！一会儿就把你们都赢了。来！拜祭！社会很单纯，复杂的事嘛。好，接下来你们要给支持你们的人给票了。哦。壮壮，你刚才那个骨头现在要给他们。啊？不够分的。我们一共就五个，来，大家兄弟们找他啊，他管账的啊，来，所有兄弟管账。啊，一个只给一个是吗？一个，兄弟们，我们有了，你们吃亏了吧？我们太多，我们都不着急，我们这儿多呢。有，啊、一个、啊，没了，我把我给你啊，我。咱们先欠着，行不行？那我们一会儿第二局没有票了，怎么压呀？我们都分了，不是一会儿跟他们借？对，空手套白狼了。现在还有多少人没拿到骨头的？1、2、3。对，我们欠什么记着，记在心里，一会儿我会赢回来给他们。等一下，我们会请大家吃我们的内蒙古大餐，烤全羊，已经把我们的饭菜都准备好了，等一下迎接大家。我们在草原上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扎马宴。那么扎马宴呢，是我们蒙古族的特别的尊贵的一个礼宴。在很多年前呢，扎马宴是我们宫廷之宴。那么随着时代的改变呢，到现在的时候呢，已经走进了我们老百姓普通家庭的生活里。所以我们今天请大家的是我们改良过的现代的扎马宴。首先我们要与我们的蒙古族的礼节从敬天开始。慢吞。因为草原上的牛羊呢都要靠天吃饭，要不下雨呢我们就会干旱，没有草。咱欢迎郭老师到我们草原来做客。谢谢。您是长辈，您坐下。您坐下。哎呦，大
내가박씨어나유지호는차도입치고반도어떠자너차도입치고땡들적었어이많이자가적었어아또또소치해봤노소치해봤노자래자나르모트만퇴내글쥬는한카이전에왔사디디디디날든진캔댕기린의谢谢这个岳云鹏哎你看人家给咱敬酒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给人家回敬酒啊、是的是的是不是哎我有一个建议啊您说因为你看您玲花咱们都熟了啊人这各位大哥们咱也不太熟嗯咱今天这样待会儿回敬酒的时候呢加一个项目嗯哎这个挨个问一下哎、您怎么称呼啊嗯我估计人家名字不像咱名字这么简单嗯这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好记哎要求你们要记住人家的名字啊待会儿我们要抽查谁要是说错了会要惩罚的就来吧岳云鹏吧啊我去给倒酒我知道了郭老师在果然这个场子是不会乱的别着急乱的日子在后头啊干完您怎么称呼车后一条腿啊你得让人够着啊我叫特姆吉勒图什么特姆吉勒图特木奇勒图对特木奇勒图特木奇勒图特木奇勒图您怎么称呼布尔吉汗的乌宁巴尔这个好难啊这个您再说一遍布尔吉汗的乌宁巴尔博尔之金什么博尔之金乌宁巴雅韩乌宁巴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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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尔之金乌宁巴雅博尔基汉博尔基汉博尔基汉乌宁巴雅乌宁巴雅小月哎干一瓶就躺下就完了就别记了别费这劲了轮帮我记一下拿个纸拿我记了我记了我记着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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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脑子记不住我就记我记着啊不许拿本儿记你放心他们绝对全记手机里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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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不度德乃日格呼不度德乃日格呼不度德乃日格对博尔之金图日巴图博尔之金什么巴图日巴图图日巴图图日巴图我也过一咱也过一日子不见不见不是老秦你们是要记那边的朋友你们记这没用这不就搅和自个儿那孟哥怎么上他们队去了哥哥你别记着小妹你们是记这边朋友的名字妈嘞我都记住好的好的嗯我没话了那是你看游戏规则不是我讲不明白啊郭老师也没讲明白吗没事他们不是不明白他们不是光糊涂你怎么称呼我的好记阿勇嘎阿勇嘎阿勇嘎好记我对谁好记科尔沁科尔沁科尔沁草原我知道这个
你姓不姓，小伙子？涵盖。涵盖。涵盖。您怎么称呼？我是金门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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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坦苏河。阿拉坦苏河。阿拉坦苏河。我觉得咱们就是俩俩记，我觉得就记这就完了。啊，乌鲁金木河。不，哥，不用，我记阿拉坦苏河。插水了。你先起来。插苏土。你先起来。乌尔之金，乌日根，乌日根是吧？知道了。海利斯，海利斯，海利斯。乌鲁金木河，海利斯，我就记住这两个。坦格斯。跟恩格斯就差一个字儿，坦克的坦，叫坦克，好记。我叫康特克西吉日感拉。这个好。您再说一遍。我叫康特克西吉日感拉。康特克西吉日感拉。康特克西吉日感。康特克西吉日感拉。我舌头都转不过来，是不是？康特克西吉日感拉。康特克西吉日感拉。汤特格西吉日感拉，汤哥，我连一遍都。汤格西吉日感拉，汤格西吉日感拉，汤特格西吉日感拉。啊，挺好，挺好，挺好。坦格斯，您怎么称呼？我叫阿斯亚。阿斯亚，亚洲的意思。亚洲的意思。好，请大家坐好。行，其实只允许说两遍。对，你们已经玩赖了。哎，坐好，不是集合目的吗？快来。那么，首先我们要进行下一环节的第一步，把所有人手机叫出来。师傅，这不是我的。快快快！入乡随俗，完了，白记了，完了。不用改。可这可就我还没背下来呢，我还没背下来呢。这边有没有？没有，都没有。我们都讲规则，待会儿是有奖惩制度的。就是我一问这位怎么称呼，你要说错了，我们会有羊尾油，你们来吸一下。啊？哦。你们有吸过吗？没有。我们看过短视频上有人吸，拖在手上吸溜一下的。哎，对，其实羊尾油在我们蒙古族的礼节上，其实是一个羊被子里面最高贵的礼节。对了，就是比如说大家摔跤，还得能分享，能分享，你记得。哎，摔跤他赢得了回来，哎，就给他吸一个羊被子。哎，说，重复一下刚才说的是什么？重复一下，重复说，说的那一方应该先给他拉块羊尾，让他先吸一下。哎，不听讲，得嘞，上哦。那个戴帽子那个，对，就是他，让他先吸一下。哇！那么今天呢，就是十一月。来，打开你的手，让你先体验一下小块。来，开始。别嚼，别嚼。好油啊！好，来吧，咱们开始吧。开始了。上九溪。哦，是师傅。站起来。哎，嗯，那个280斤的朋友，他怎么称呼？他的名字叫乌云比利格。乌云比利格。他说的对吗？对，说的对。给乌云比利格来一条，给他来两条。你好像很期待的样子啊，就现在问还能记得住啊。过一会儿吧。那你告诉我，科尔沁他舅舅叫什么？叫大草原。瞎编乱造，给他来块羊尾。好，我来大点了啊。哦，这块不小啊！啊，我的天，我人生第一回，人生第一回。三二一，走！哇哦！咽咽，必须赶紧咽下去，咽下去。
没嚼，这不能嚼。对，嚼了腻的吃不进去呢。还要吃啊？啊，老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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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啊，我们要恭喜张鹤伦，他获得了再来一次奖。玩笑呢，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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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师傅这人好逗。好了，可以了。哎，狗子，到，我得摘一个你说不上来的啊。戴那个白帽子那瘦瘦的那哥们儿啊。那个就他最难，就他最难，他的名巨难。师傅，能给我稍微30秒缓刑时间吗？那你30条羊油。哇！呼不渡得乃日隔，呼不渡得乃日隔。对。啊，那谁？谁？啊！三、二、一，我快吃了。端过来啊，师傅！哎呀，拖在手上，叼着这头嘬。哦，好嘞。嘿嘿，真好。怎么还嘬不进去、啊？哎呦，我天！先不要回去，先不要回去。那个狗子，师傅说他叫什么？这不是这位，就刚才那位。还问呢？叫什么叫什么？师傅是不是补一条？我开始切吧，切。师傅您放我就这一次了，是不是？师傅来点大一点。他给我切的倍儿宽，是我。他爱上你了。阿宽嘛，阿宽嘛。阿宽，来来，再说那兄弟姓什么？我挑战要问不要我都能说上来，师傅，你确定吗？我确定，除了那个大哥剩我都能说上来。好嘞，从旁边这位开始。这他是旁边上九溪你都不认识了。我给他切，师傅，这我得给他切，他不认识我了。本来都没事了，他非得自个儿说。我错了。行了，饶了张九南了。谢谢师傅。张九溪你别坐下。那个白帽子旁边穿蓝的那个哥们儿，博尔之间图日巴图，师傅，我自己吃吧。哎，你先起来，你叫什么名？我叫博尔之间乌日根，我不问了，我不问了。好玩。快吃，好嘞，都凉了，孩子，快吃。不行，不能，不能，赶紧咽，酒席，赶紧咽。你听我的，赶紧咽。得，外甥，你来。哎，那个戴白帽子那个，乃日阁，不对，后边的叫乃日阁，有后边就行了。那不成，那给他切一半吧。切一半吗，老师？呀。别切一半，这半拉还没吃呢啊！师傅他可实惠了，哎，他挺好玩的，有包袱，还有包，谢谢。你别亲他，你就直接吸，他还得是亲一会儿，么么么，有股奶味儿，还挺好的是吧？嗯，呵，他是唯一一个喜欢的，再来一条，不是我那边。岳云鹏，哎，是吧？你不得来一个吗？爸爸，我一个都没进。那你告诉我，谁叫科尔沁？倒数第三个。对了，不对，错了。阿勇敢，科尔沁倒数第二个。大点，这岳哥，你这样的话，你这期没镜头了。服岳云鹏。这么小吗？哎呀！这个真说不过去了，真的。好啊，这么快啊？来了，从大脑袋这开始。哎呦，我就说他吧，博尔之金乌日根。哎呀，对，那你告诉我，他父亲怎么称呼？他父亲，他肯定姓博尔之金，没错吧？哎，对，那没说出来，是他老爷子怎么称呼呢？老爷，我哪知道老爷叫？来切一条吧。这游戏都没规则的吗？哎呦，我真是。
孟鹤堂，哎，好，要到我了。你先告诉我，这些里边谁的名字最难记？最难记的名字是倒数第二个。汤特格喜吉日嘎拉。好，那倒数第一个叫什么？倒数叫海利亚，对吗？不对，阿斯亚，对不对？我叫阿斯亚，亚洲的意思。我们都记住了，我们都记住了，哥。我认为这条得切得大一点，对，因为连对手都知道。对，阿斯亚，小点，小点，太大了，小点。啊！别嚼，哥，别嚼，别嚼，别嚼。杨九郎师傅，我要、啊、戴着礼帽，胸口有护心宝镜，这位大爷怎么称呼？乌力吉姆克，对吗？乌力吉姆克，对啊，哦啊，给乌力吉姆克拉一块儿。好，秦小姐，秦小姐，你个表情怎么了？开心了啊？戴白帽子那位怎么称呼？查素图，大脑袋。好，你脑袋切一条。哎，我，哎呦，必须得吃，不吃摁他去。哎，是不是？哎，有你们什么事儿？有你们什么？哎，出去！哎呦，大嘴！哎，我自己来，我自个儿来，我真自个儿来，我。饭菜没上，一直就放肥肉，放肚子顶着来呀。好了，那个查素图，没问大哥，那过去，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再来一位。郭老师，白帽子说的是我。嗯，哦，人家正经了，人家尊贵的客人说是他。我给你骗一块来，来一条，哎。好，还吃得好，哎，吃出窍门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郭老师来一个，哎呦，还挺好，是吧？棒棒的，来。刚才那轮呢，大家玩得很开心。于老师啊，哎，谁表现得好一些？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这边。哦，那就说恭喜他们在刚才的比赛中获胜了。师傅，可我们吃得多呀。啊，好，好，好。那再把羊尾巴再切点吧。错。这个你们获胜了，然后呢，奖励就是啊，他们会送你们一只羊，好不好？好，恭喜几位。谢谢啊。好，接下来扎马宴正式开始。扎马宴有固定名称和规定的五道菜，下面我们来第一道菜，叫天赐乳香。天赐乳香其实就是各种乳制品的拼盘。奶制品呢，白颜色就是纯洁的意思。那我先教一段蒙古舞，哪边要是跳得好呢，就这一个奶制品呢就归哪一队。再加一只羊，那我们队九男，狗子，灭他。我好，我们是孟鹤堂，孟鹤堂，专业。孟是，那是那个哥，咱换酒席吧。不是，你这小妹儿去有点不公平。对呀、啊，脑袋哥，我跟脑袋哥来。脑袋，其实我也是专业，你就不知道。是，你是专业吃羊尾巴油的。来点，那不就不行，可来不了。那我就跳，跟着我跳就行了呗。行，好嘞，音乐。三四五四五六，哎，掉字儿，哎，这真不是撞的，摔一地羊尾巴油。啊，就四
四个动作吧，不多了。就四个吗，姐？四个，再转一圈，好，来，一、二、三、四，转一圈，给大家敬个礼。这简单吧？行，这简单。跳吧。走啊，走吧。哦，不错不错不错。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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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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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张九南跳得很妖娆啊。谢谢谢谢。你这个一看就是广场跳大舞那个得七十往上的那个那个。那谁赢了？我。当然赢了，当然赢了，肯定我赢了。谁赢了？讨厌的英雄们，好，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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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打完好不好？对对对，这边肯定是这边赢了啊。哎呀，来我来我来我姐我来姐、郭老师来了，谢谢哎，这个非常好啊，都是我们的啊，哎呦，吃不了那么多呀，我们就眼巴巴的看着呗，闻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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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换吧换吧，哎，错了，最简单的了，这个是不用那个伤心，好，那就行了，把肉引过来，对，啊，第二道菜叫草原八珍。哦，八珍。为什么叫八珍呢？就是以前呢，在草原上的一些野生的，比如说有沙葱啊、沙盖呀、还有野生的一些木耳，还有就是一些蘑菇。其实凉菜咱们不用太努力哈，那主食的时候我们再说。凉菜都没有，还上什么主食？你们？老师来了，老师。哎，这是专业的老师啊。好，来吧，各自选一位吧。九溪。九溪来吧，九溪来，九溪，这个就我这孟哥来了，孟哥你，孟哥你争主食，你来，那我九郎九郎九郎，九郎，六七走，这个好难搞啊，哎，九溪不错，九溪一看就行了，九溪一看就可以啊。哎呦，九溪。不是我这收的好，我觉得、让他们自己来一遍吧，来吧。来，是这舞吗？不是，哎，叉腰抖肩，叉腰抖肩，九溪，叉腰抖肩。哎，我们压过去了。哎，不对，你们开始了吗？刚刚。老师，你那抖肩都没看见呀。九溪，给他抖个肩。哎，对。哎、哦，你不会抖肩啊？完了，那完了，咱输在抖肩上了，完了。九郎，咱们这个。咱赢了，咱也脸上没光。回来吧，回来吧，这实在看不下去了。天哪，那又是这一边了。对呀、九郎帮着把菜给人端过去吧。哎，好嘞，师傅。谢哥，这是凉菜呀，凉菜。放我。这吃草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沙葱好吃的。看着就不好吃。好，第三道菜叫可汗刺虎，也就是我们蒙古族的烤全羊。哎，这上可以努力努力了。咱给赢的烤全羊。蒙哥上。完了，他们这回该拍孟哥了。孟哥上吧，孟哥。孟鹤堂等于是武王，武字与妖也多姿著称，曾多次获得等于是舞蹈界的最高荣誉，无人可睥睨。哎，孟哥，你说刚才我柔软不柔软？你给我闭嘴！来了，孟哥上。这肯定是我们的了。要是羊回不来，我们就吃你啊！
来了。哇塞！你们呢？轮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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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哥。哎呦，我的队员好信任我呀！张鹤伦，德云社武艺排名不详，擅长五种不详，多次在德云大舞台展现自己的武艺，曾获得大众喜闻乐见的舞蹈艺术家称号。看来，然而老师先跳一遍，你们先看看吧。喂，回来吧！我这就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哎呦呦呵，哇，好美啊！轮哥，轮哥，过来吧，人都不搭理你。轮哥，回来吧。轮哥回来吧，你都不理你。来来了来来了来来来来来。轮哥你别，太臊了，不好意思了。呀，好的，好好羞臊啊，好羞臊。好了，正式开始吧。轮儿加油加油，输给他。轮儿贺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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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贺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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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秧子呀，来了。哇哦，贺伦回来，贺伦回来。八拍到此结束。就是赢你。接着跳啊，轮哥！还有啊，还有啊，好不好？再来这边来一波啊啊啊！对了，轮哥都下药了。哎，那个轮哥腿还有残疾呢。对，师傅没有残疾跳还刺呢。你帮着给人搭过去呗。哎，啊，已经判定我们输了是吧？哎，对，这输得很明显吗？那是啊。好吧。来，这来往这边走，走走，对，放这儿就行。谢谢哥，放这儿就行。大伙儿看看得了啊，看看得了啊。羊头给他们吧。哎，我们拿凉菜换行吗？不行。可怜可怜他们，给个腿吧，要不他们残疾人照顾一下。第四道菜是塞外三宝。嘿，今年的三宝可来了啊。哦，他来了，他来了。哦，这什么？哟，这是什么？塞外三宝，烤包子，哇，炸糕，烤饼。其实我们那边是吃那种蒸饺炸油糕。主食了啊，璇儿，该你了。嗯，赢他们了。大南了。好，到我了。对，最好来一难一点的啊。最好来点那种节奏快一点的，你知道吧，就能蹦起来的，是不是？哦哦哦哦哦，这么蹦，哦这么蹦，对，擦玻璃，左擦擦右擦擦。教
教我，教教我，这边这边这边有人，他老跟那边说的。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看我，我这边。你看，你看着我，怎么速配的节目这是？嗯，他错了，上右，你会不会？那杨伟油给他端过来，我挨他才能过得对，对吧？对吧？来，来，七八，一二三，对吧？哎，姑娘，再加一个动作，骑马动作啊，骑马，对，对，我还真是这个。朝那边看着，哎，好了，没问题了。这老秦跳的比较强多了，这个这老秦绝赢了。是我们给您赢包子是不？啊，这放音乐，一二三，走，回，回，回，哎哎，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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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是套马的汉子。哎，这怎么还转走了呢？南南强，来来来来来来来，凭什么你们俩就给分了呀？这还没说谁赢呢，还烤包啊？谁赢了呀？姑娘，你说我们俩谁赢了？谁赢了？给他们去，都拿走了。那么压力来到了我们这边，这好吗？你们这边属于几道大菜给你们赢了。对，他们属于凉菜，吃凉菜败火，知道吧？好，第五道菜，最后一道菜叫草原养生。哦，火锅哦，哇，羊汤养生锅。哎呦我天，羊汤。这个说到养生，我们不得不提养生牛奶古力多。好，我附打油诗一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古力多，多古力，多多古力，古力多。有枸杞，有当归，红枣、红豆来搭配。我爱喝，你爱喝，哥哥姐姐都爱喝，又养生又养颜，健康奔腾在大草原。这个当谷物牛奶内行品牌古力多来到内蒙古，咱们大家以说学逗唱的方式给各位朋友们进行一个表演，好不好？好啊！咱选择一名最佳表演者，代表队伍获得养生锅以及额外给一头羊，好不好？九男上呀，又我上啊？九男上，那我先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我们有助手来 B box， 给来一个。抓个币，除了猛 C， 除了猛哈，除了猛 C 个猛 C 哈，除了猛 C， 除了猛哈，除了猛 C， 除了巴拉猛 C 耶。这里是中国内蒙古 hip hop， 万兔万兔你的神话，猛 C 可拉苦那个猛 C 了，苦了巴拉猛 C 了猛 C 嘿，居多事多，熬夜多，养生多多鼓励多，多多鼓励鼓励多，要要内蒙古 hip hop 是。狗子，灭他！是，我就会狗叫，我实在不会别的了。你是看着这三盆汤的是吧？我来鲤鱼打挺好不好？是吧？好。是，哎，你要是这鲤鱼打挺没起来如何？这样吧，我鲤鱼打挺我要没起来，我们的菜就都给他们吃。凭什么呀？凭什么？导演，我李大姐要是没起来，我把那111头羊都送给他们。凭什么？凭什么？你们对我就没有信心吗？万一没起来呢？能起来，你肯定起不来。没起来给两只，你起来他们给咱两只。对，行吗？行不行？我也能起来。脑子哥来一个。没事，没事。两只羊，两只羊。
你这样吧，我先加一那个，我踢我啪，我躺地，我再躺，我起来来一个行吗？你先来一个，先看看大家尝尝。嘿，这真好啊，这个，这太精彩了。哎呦，哎，早知赌了100只羊，这叫什么？这有什么？你来一个，你炫子360加一钱不？来鲤鱼打挺，你来来来来来，孟哥你来，我看看孟哥，我没吹着牛啊。来回来吧，就炫一个行吗？帅哥啊，帅哥直接躺地下再起来啊，安全第一啊，那边点安全，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师傅永远都爱您，师傅。好嘞，好孩子，这留遗言来了。耶耶耶耶耶耶，哎呦我啊，没起来这都是我们设计好的，没起来，我们设计好的，怎么设计好？这孩子没起来呀、啊！知道吧？哎，这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同意100只羊了吧？我就知道你肯定起不来。哎呦，多危险呐、啊！多危险啊！幸亏没107只啊！兄弟，再来一回。不是哥，那个膝盖就剩一个了，膝盖。两只羊。两只羊给了，好了，我这个唱也唱了，跳也跳了，翻也翻了，输也输了，太开心了啊！大伙儿也饿了啊，来吧，咱们吃吧，好不好？来，我来吧，哥，先给您，哎，给你们一窝吧，来，谢谢那个特格喜，哦，年糕。你觉得羊哪儿最好吃？羊背最好吃。嗯、今天赢了蒙古养生锅。再喝一瓶古力多，这个古力多特别的好，里边有红豆枸杞配当归，我来尝一口。嗯，这内蒙的奶就是好喝呀。好，接下来的我们的游戏叫同进共退，捡牛粪。两队各自压多少只羊？这边没羊，我没有羊了。等一下，那现在这个环节我就要跟岳哥商量点事儿了。你跟他商量什么呀？我是队长。对呀。你啥时候是队长了？我一直是这个队的队长啊。我呢？你只是过来帮忙的嘉宾。对，每一期都来的飞行。你个飞行嘉宾怎么那么多话呀？合着我是每期都来的飞行是吗？听懂了哈，听懂了。各压多少只羊？我先跟岳哥先商量。你跟岳哥商量什么？怎么了？你是队长是吗？他老想篡位。作为我好不容易当一回队长，根本没让我放在眼里。可以了啊，讲明白了。两次各压多少只羊？我们得先掰扯一下。哎呦，主持人走了。你们掰扯完。你跟我说什么？不是，那个刚才导演说两个领队吗？等会儿我要给曾毅打电话，我们俩商量。可以吗？我替曾毅了。曾毅，我说了算。曾毅去哪儿了？我替曾毅，但我也白吃一下哈。我们没羊怎么办？姐，花姐，咱得跟人借点羊。来，你借。对，借羊，你什么意思吧，兄弟？现在是这样吧，我觉得你们那羊那么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用价值，嗯，所以说我借过来，回头我们还你不就 OK 了吗？是这意思吧？啊，我明白了，你比如说你借我们20只，你拿这20只跟我们赌是吗？不，哥，你想多了，我想借60只。什么？不给？玩游戏。作为一个队长的我不同意，就这么横。谢谢。那行，那没得聊，我同意了。好。不行，不同意啊！我们四个不同意。哎，你们就先定吧，你们借多少只羊？也少说小点吧，咱还好商量。50行不行？40，给你个面子，40只。50吧，行了。50借了，听岳哥的。哇，谢谢。大气。
你们下注吧，我押50只。啊，你们拿借来的干粮不当干粮是吧？而且你们借完了就想一把驳回是吗？那当然能驳就驳一下了。那你们要这样我们就不借你本钱了。这一轮我们押10只，你们押10只。对，哎，我觉得这样也好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蒙古族的兄弟们就可以挑选各自的队伍了。来吧，来吧，朋友，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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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朋友，不要犹豫。不是我啊，刚才在这个队了是吧？哎，怎么又过去了？我们支持月月。好，来，喜欢我的站这边好吗？哥哥们。哥，这话不能说出来，说出口容易伤到自己。哥，好丢人啊！羞耻感，羞耻感上头。再给他打个码，打码这儿，打码在这儿。来，我们的蒙古族的小伙子们，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捡牛粪。在草原上，咱们这个牛粪啊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先那湿的。放在蒙古包周围，然后就风大的时候呢，就是取暖的作用。干了以后，可以烧火。嗯，出来的烟消炎消毒。嗯，那蒙古包粘在里面虫子，苍蝇驱蚊，哎，这些有这些作用。嗯，所以蒙古人是离不开这个牛粪的，也随处可见牛粪。对。所以大家知道牛粪的作用了，对吧？哎，下一回我得找帮手了，月月。好嘞。那么我怕我解释不清楚，所以我们邀请我们的严鹤祥老师来给我们做个示范哈。先背一个筐子，有两个插耙子，邀请我们蒙古族的两个小伙子把他们的两只腿绑在一起。哦，从这个起点到那个终点旗子那里，那个红线一路呢，你们要拿叉子呢捡牛粪，一组呢出2个人，到终点的时候呢，谁的多就算谁赢。啊，好。但10分钟之内必须的两队都要达到终点。好，那我们队派九南。好，大南。行，那我来不就？来来来，我来一句，你来，咱仨一块儿，咱俩身高差不多，行不行？我们哥仨，咱找一身量差不多的。对，好嘞，咱仨行吗？他太高了，就带他呗。行啊，那就跟他啊，行，兄弟，跟祥子吧，对。你这么着，你扶住他俩，对，好，你俩就靠着这边走啊。这边我回来之后看见很牛的牛粪。好，大哥，哎，你么么哒。我们腿长，我们就多跨一点。行，你看怎么个姿势好，舒服一点。没，还是我正常，个高好一点是吧？啊，咱不着急，十分钟到那儿去。啊，行，好，咱们以量为主，准稳准狠。好嘞，咱就试一下，你看啊，如果一，然后二，你就记住，我喊一。是你左脚，对，我喊二，是你右脚。这是怎么走来的？先迈这个，好，再迈这个，这样不行啊！哎，你们也得有口号，1、2、3。哎，对了，对了。哎，有没事吧？没事。哎，没事。车祸了。往后退。好，准备。等会儿啊。准备。一，比赛开始。一二，加油！这，走，往前走，这多了，全捡了吧。哎，这个好。二，走吗？慢点。哎，十分钟，不着急。对，找粪，不着急走。拿手。我看见了啊，我们现在唱叉的。对，这个叉也不行啊。对呀、啊，叉不行。这儿，这都是。乔姐，干嘛呢？乔姐啊，导演有犯规了。来，我们给你们找粪。来，我这给你们存了一坨，漂亮。看那前面那大的，看见了吗？赶紧过去那儿。哎，别踢，不能犯规啊！
把我肘子唱扎我脖子里了。等会儿，这都是，哥，你别低头，哥，不是我这脚膀子受不了。走，一二，这有那他们都不要啊？这不都是吗？几分钟啊？十分钟前呢，来得及。还有五分钟。一二，掉了，哎，掉了，没事没事，走。一二，我俩。没事，来走吧。掉了，你看这。啊，没事，走，前面有很多。好，蒋阳走，没事，走。一二，走，没事，走。来。哎。啊，没事，走。来，走，没事。啊。一，走吧，没事。二，你慢点，温度。没事，走。走吧，不用管了。不紧了，走。一，我们的多。一二，可以不剪了，快，不剪了。一二，砸了，不行，回来。不是谁先到谁就赢。我说过谁先到不一定好使，是谁捡的牛粪多才是赢家。那怎么办呀？已经到终点了，就是有点着急了哈。不是，我看他们都往这儿走啊，我也以为呢。一二，打劫！导演大哥挡我们，打劫！一二，不行，我们打了，错了，一。一，主席，我们队长呢？哎，不行，跑不动。赶紧把脑袋递回来。哎，差一点。你咱俩太埋汰了，玩牛粪。还要两分钟，把这拿捡起来，别嫌小，走，越重点，哪个腿？二，好，九男中线，不能太捡了。好，哎，我还没中线呢，杨九郎快点，到点作废了，快，怎么还捡？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啊，一二，扎起来，别浪费，还多少时间？还有45秒，把那个捡起来。那是纸片，什么纸片？好，来走，一、二、一，耶，胜利了！什么胜利了？咱这个怎么这么少啊，哥？他们偷了一点儿，走，刚才偷一点儿也不一至于这么少啊。他们在路上偷了我们的，但是偷了，刚才搁这没注意，他偷了好多。那可以啊。掉了，太不小心了，真是，哎呦。他们都是偷粪人，他们偷我们的粪，但不规则之外。我们是偷粪人，你是看粪人，偷粪切屎之辈，这都是。大家穿好自己的粪。哎，我们的一起的。啊，我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了。真的。来，相信我。好，现在我们怎么决出胜负呢？要把大家的这个捡来的牛粪呢用秤来秤，哪一队的重呢，哪一队就赢了。 OK， 明白。哎，来，你们先上。哦呦，这个真的太少了。三点八。脑袋哥，你是怎么他们偷了我一点儿。完了，十只羊输了。哎呀，好，12.6公斤。脚下去，这个人来。他作弊呢？他不收。六，12.6啊！双方认可。六，差太多了。孟鹤堂队9.8公斤啊！好，
哇塞，你看咱们这也是六六。没有没有，湿的分量呢就重一些，月月没什么好奇怪的。湿的就重啊。哎，口水。你这肯定重。6.2，12.2，这是我家的，我的份。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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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回呢，月月对赢。哦。简单。好了，那你们就这借来的十只呢，就输了。你们赢了对吧？但是你们也要把你们的票给出我们的蒙古族的兄弟们。好，好，好，要给出9张你们的门票。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这就是票哈。小鬼，哎，你好。哎，我师傅来了，大家辛苦喽！都把我们累坏了啊！这个怎么样啊？战况如何呀？刚才减粪来的，这食欲不是那好吃，不好吃，不好吃，不是太凉了。哎，好嘞，花花，好嘞，郭老师来了，我有主心骨了。好的呀，有我呢。对，照着念，你们也不会怼我了。有我呢，耶呀，怼他。好，接下来这个游戏叫勇士的游戏。好，我们蒙古族勇士呢有3种游戏是特别拿手的。哪4种？对，就是骑马、摔跤、射箭。这3种。射箭好玩。射箭好玩。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选择了我们这个射箭的游戏。嘿，那我到这里跟大家解释一遍行吗？实际说一下，这边是红队还蓝队啊，分为2队。那你们这些人呢，可以躲在自己的这个草堆后面。那么你们呢，要射中对方的人的话，这个人就被淘汰了。对。哎，那么还有一个规则就是，如果对方打到对方的气球，就怎么样，撤掉一个草堆。哦。还有啊，我们可以一边要求2个蒙古小伙子来帮你们推车，帮你们提供箭。那我们能射那蒙古小伙子吗？他们会反抗的。大家听懂了没有？月月，你就说你听懂没？我听懂了，听懂了。岳云鹏听懂了，这都听懂了。好了，来吧，来压羊，压羊快。导演，我们还剩多少只？我们都压了。你只有43只羊。梭哈。啊，所以我们的孟和堂说了，把43只一起压到头。43只羊。啊，43只羊。对。全部压了，那你们也要跟43只。好，应战。不是梭哈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翻倍儿。梭哈是你们的也要哈，那不公平。你们借的钱来跟我们梭哈，我们再拿我们双倍再跟你们梭哈，那不公平吗？对不对？对啊。是我梭哈了之后，我要赢了也我们也是输啊。梭哈了以后，赢了以后至少能还上债。你们如果赢了还钱，你们得到的是尊严，你们如果输了啥也得不到。不要尊严，我们就你们拿43个，我们拿43个对比了就完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蒙古族的兄弟们就可以挑选各自的队伍了。我们这边是一共还是几个人来着？啊，又重新选了哈。我站到你们队了。你站到我们队啊？我感觉你们眼神好。我们是一直就跟着来的。墙头草是不是？对，那我胖回去，别胖。来，我这边放点现金。那我得放电，别放别的地方去。其实我们应该再借40个，这样的话就是咱们赢还能赢40个，输我们就输了，无所谓了。对。月哥。玩个刺激的怎么样？说，再借我们40，我都梭哈了。再输赢的话，最起码我们还有个盼头，好不好？好吧，那我们只能赢回尊严了，我们没别的可赢了。莫老师，先淘汰他们俩人，让他们拿票来复活，可以吧？主意好主意。对，哎哥，这样可不可以？如果你们人淘汰了，你们可以拿10个羊跟我们复活，还可以玩。可以，行吗？可以。
十个太少了。你听他的干什么？就十个。我好想听他的。就十个，你拿十个复活。十五个行不行？十个，十五个一个人。快去快去去去！求命，十五个啊！十个，一会儿这十个都没有了啊！好，十个，要不是有事别求人呢，一点尊严都没有。然后啊，现在哥啊，咱们先开个会。来，老钱，我们现在还有赢的机会，你知道是什么吗？什么？岳哥刚才答应我，射死他们一个人，他们可以花十个羊买那个人。哦。咱负责打人对吗？打人打掩体，打不着人只能打掩体。好，兄弟，你有啥想法？你射不着，其实根本就……咱们我跟你说，咱们不先打，他们要先打，他那箭根本打不着。打完了，他们得补给，等补给的时候咱们打人就对了，对不对？对，不着急。好了，准备时间差不多了啊，来吧。我数到三，我们就开始干。一、二。三，射！好，小妹儿，你弹棉花呢？哇，默默打得好准呐！猛哥射了吗？没有，还在草垛里呢。别抬头！射！开始射了。你们拿那箭老比划什么？又没数，这箭赶紧打呀！弹不出来，弹全不出来。来啊，射我呀！九南，你去哪儿啊？我躲，等他们箭没了，他们就得拿箭去。射人，那个人，来啊，射我呀！来啊！掉一个，我没中，我躲开了。王九是吗？我。哎，掉一个，我这一箭没发呢，我这还，我一箭未发呀。王九龙，我花十块钱，我花十个币买王九龙复活，这是我跟默默商量好的。可以，王九龙回去。谢谢哥。复活。好，现在场上非常的热烈，非常的激烈，双方刚才已经死了一个，我花了十块钱，来啊，你老比划什么？你这么半天一箭没发，说呀，来啊。嗨！中了吗？打中了，撞上脚跟中箭，科举。没有啊，科举，我看见了。啊！你这浪什么？没有啊。说绝，花钱买，但是你们没有钱，哇，太好玩了，太刺激了，那能先欠着吗？杨和祥，我送你十个回去，好，帅气。拉好弓冲！来！那边！哎，小心！哎！脑袋这命是白来的，是吧？我打的。哟！我一会儿推这给你当掩体。来，藏在这儿。来，藏在后边。藏车后面，拿车当掩体呢啊！就给你趴地下，往下趴。没事，快去。
对不了你了。严鹤霞抽风了。那边，那边。漂亮，漂亮，漂亮！严鹤霞出局，再送我十个。不，为什么？我没有了。那能先欠着吗？谁家那蹦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分钟死两次，到草堆后面躲着不出来，不就赢了吗？是吧？有灵的啊，嗯，很会玩的，嗯。这个，这个。射球，射球，射球，我们就把掩体挪开了。哦，挪一些，挪一些。有点歪，你那个，你别去，不用了，不用，不用，往上一点。哎，为什么？为什么那个草垛卸了呀？喂喂喂，那边，那边。上上上蹲！谁打我了？我先打到的张鹤伦。为什么那个草垛卸了呀？因为气球爆了。打着了！打着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伦哥，我打着你了！出局，出局，谁打着我了？没打着，没打着，没，你没死，你没死。张鹤伦先死了，死完之后再射的你。张鹤伦射的我都不算了，他死了。张鹤伦出局，出局，出局。张鹤伦复活，张鹤伦复活。你有多少钱啊？他们这么有钱吗？有俩糟钱你不会花啊？晚上还得吃饭呢，我有钱，你们家不如大风刮来的。下去，苏军，我整完出局，王正龙复活。月月，我现在代表祖师告诉你，你他妈被抢了。王正龙回来，啊，你死了，我死了。他们对面还有几个人？还有三个。还有五分钟，目前比分还有3-3啊！我没见了哥，你们来射我呀！不行，没见了，就拿，别着急，他们给送。冲啊，往上冲！射箭这么累啊？没见，眼宝啊！他们队。在这儿呢，这草垛后边，多新鲜呀！怎么还有指挥的呀？射他，毫无线往天上瞄，这么来，再往后，再往后点啊，再往后，这样，再往前，这样，前，这样，那就高了，往后，再往后，这样，轻点，这样，哎，走，哎，漂亮，冲啊，冲了，有信心得冲啊，不能消极比赛。严鹤霞，我买你复活，好，帅气。王正龙，我都进来了，哥。月月，我现在代表祖师告诉你，你没钱了啊！好，准备开始了。我去冲一把去，死就死了啊！不行，这么多人，你们这么多人，上蹲，人来了，有剑没？有剑没？没剑了，没剑，退后面，躲起来。他没有剑，赶紧过去干他。哎，别露屁股，别露屁股，我才能够着你。呀，九心，你怕什么？他就在那儿，你干他，他没有剑，他手里啥也没有。他后边有人呢。对呀，
你没看见刚才孟克堂飞过来一剑吗？那不怕。别问他们不怕呀。我看着着急呀、啊。小心点。哎，那这车上，这那车后面，车后面，这哎，车后面。冲，射的。哎呀！哎呀！走！小南，出局。月哥，我要复活，咱哪有钱？月哥，这连剑都不补了，怎么复活啊？还、胡爷，防守，咱人多，不打了，我们不打了，人多，不打了。来，你们射我吧，看你们能不能射中。哎，小心！哎，车哥，脑袋这命是白来的，是吧？一分钟死两次。哎！漂亮，严鹤祥出局。我没打着我，打着后背了，三回。老爷，这两箭全是我射的，太累赘。我们优乎的。哎，克伦，倒来。出局！你喊我一抬头，给我看了。还有两分钟，防守咱们就赢了。你们俩就冲吧，不冲没戏了。上路压了。上路压了，中路。那个是我最后射完的好球，漂亮，全歼覆没，行不行？还真好玩。好玩吗？开心一战。老爷，这两箭全是我射的啊。是吗？注定是死在战场上。那个复活真算十只羊吗？哥，那当然了，要不然你怎么复活呀？我还用了十只羊呢。你用了20只。20只。月月，你不是让这边也复活了两回吗？对，那他们花钱，就20对20。你哥，好，游戏结束。恭喜孟鹤堂赢了。没我赢的还快。生意，你们队赢了。岳云鹏，哎，你家臣万贯，沉那么多羊，为什么会输？这局输了，其实整体我们没输。哦、真的呀？对，是吗？他们羊多，他欠着我们50呢，他得还我们50呢。对，我的天哪！我说嗨了，我们没同意。对呀，我没同意。对啊，不是说他说我们就同意。嗯，我同意43，我同意了呀。同意了，因为游戏最终结束了，最后就是以票数以定输赢嘛。嗯，好，孟鹤堂队下注43只羊，赢得43只羊。你前面还欠后面兄弟30羊，还上月月的债，共53只羊，手里共有33只羊。月月队手里原有53只羊，输掉43只羊，补上孟鹤堂还上的50只羊，手里共有60只羊。所以还是月月他们队赢。那他们复活的人钱呢？为了所有队员复活，一共花费50只羊，所以月月队手里还剩10只羊。最后结果，孟鹤堂队33-10取得胜利。哇！反转，又是反转，好刺激。那我也算你们队的，来。我不要，我算他。这不行啊！导演，那个复活那个钱数，他们复活应该是他们花钱，这个对不对？对呀、啊，
他们是三回，我们这儿三回，平均三回。我给脑袋复活三回。对，你老给我们复活干什么呢，哥哥？我们压根儿就没想复活。对，我根本就不应该复活，我。哎呀，我根本就不应该复活，哎、根本就不应该。我们这队员开除我们不要了，瞎起火我自己使，我们不要了，太累赘。哎呀，别纠结了，复活谁们就谁们对自己出钱的嘛。对呀、啊，对呀、啊，花姐说的对。哎，我说错了。你想帮谁呀、啊？和我没关系啊。你到底他们这边赢。行，别讲也行。谁出钱嘛？不是，讲也没有效果了，咱们就自己出钱就完了。对对。好，重新统计一下结果。孟鹤堂队下注43只羊，赢得43只羊，还上债，替严鹤祥买了两次命，最后结余13只羊。而月月队原有53只羊。赔掉43只羊，孟鹤堂还给他50只，还剩60只羊，替队员买了3次命，最后结余30只羊。最后结果，月月队30-13获得胜利。哎呀，好是他好扔的哦，这立马就反转了。对呀、啊，哇，我们这玩意儿都活的，都活，厉害。可以可以，看心情啊。我们恭喜岳云鹏队获胜。行吗？满意吗？你说他呢？满意吗，哥哥？满意了，哥哥。选这个脸给谁看？刚才不是对不起，100来张票让你玩的最后就险胜，岳哥使多大面子？玩嘛，就是玩嘛，对不对？你看你跟刚才一个个的，气死我了！选这个脸给我看。还有一件事情要解决，就是有关提升券的问题。哎，看我们后边有一个羊圈啊，这羊圈里边有羊，嗯。大家呢进去选。那么岳云鹏，你们队胜利了，你们先选。好，这个，那咱们就限时1分钟吧，好吧？好。大，这玩意儿可不轻啊！报出来以后过磅，啊，谁报的重，48.8怎么样？谁优先选择提成券？赢的是我们的尊严。俗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一天下来呀、啊。德云男孩和朋友们在草原上，那是尽情的撒欢儿。不错不错不错，这人活一世啊，您说能有几个特别的朋友啊？如果真有了，那绝对是您人生的一大幸事。眼看着天色将晚，这两队之间啊，围绕着朋友进行的比赛，终于是告一段落。转过天来啊，相声比赛又开始了。我们相声的题目就叫做特别的朋友。一提起特别的朋友，就不能不提。走开，文你不带着我、啊、小40了，娇西这好看，他是个傻子呀，他是一个。我们就是祖国的夸的，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一给我的掉、啊、听不听相声了。好。预知这一回结果如何，列位，咱们下回接着说。举多事多熬夜多养生多多谷粒多，本节目由谷物牛奶内行品牌谷粒多冠名播出。哇，谷粒多公众号整活了，快来微信搜索并关注谷粒多公众号，德云男团彩蛋才艺每周四抢先看过瘾，还有惊喜盲盒福利。哎，过分了啊！8月20日起，德云逗笑社第二季腾讯视频每周五、周日20点双播，会员抢先看24小时；每周六德云社演员连麦直播陪你聊；每周一20点看逗笑社相声全记录，会员一次性看整期，非会员每天免费看一个相声作品；每周二20点看番外相声，每周3-12点看德云下班后，每周4-12点看德云限定营业中。锁定腾讯视频，每天都有新内容。关注德云逗笑社、德云逗笑社相声机位、德云三叉戟腾讯视频创作号、微信视频号、腾讯卫视3端账号，收获节目一手好料。打开腾讯视频，德云逗笑社第二季专属页面，还有德云老爷们儿集合了，德云高质量笑点、德云哥哥朋友圈、德云整花活等超多栏目，让你一次笑个够。
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德云逗笑社官方微博，边看边聊德云团综的那些事儿，也可进入德云逗笑社话题页参与极钢镚拆盲盒、中式幽默、民间艺术大赏互动 ，get 简单快乐法则。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点击播放框下的讨论区，看看小伙伴们都在聊什么。德云逗笑社专属福利不定期掉落，加入钢镚男孩们的 Doki 圈，在你们的小剧场敞开聊吧。想要会员，快来腾讯视频 VIP 微信公众号参与抽奖，首次关注更有可能获得31天会员。腾讯极光盒子超清画质，狂野性能，畅听德云逗笑社，纯享相声，爆笑逗乐，欢乐不停。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特别感谢腾讯娱乐、腾讯新闻、新浪新闻、网易新闻、网易号、界面新闻、澎湃新闻、北京头条、扎克新闻、搜狗输入法、站酷、微博幽默、微博相声曲艺、中式幽默、微博艺术大师、知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